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特币，继续来玩洛克人九。好，选择洛克人九。好，按下确定 ，OK。好，那这次要打的魔王就是最后一个人鱼女哦。好，我们直接开始吧。好，读取游戏进度。好，那人鱼女也是这一代相当特别的一个角色，是一个女性的魔王。好，拿着一把叉子。好，这一关是一个水关哦，洛克人通常都会有水关。好，那我们选择一下这个黑洞，把这个水中的关卡。好，吸进来。下面有这个大章鱼。好，继续前进啊。被那个喷到会变黑哦。好，哎呦。好 ，OK， 来吃个螺丝哦。哦呦，这个要小心。哦呦，嘿，好，那我们使用黑洞了，吸。好，吸。好。我一个干，妈的！好，那我们哎呦，我们走这边，有个补血，嘿，好，继续前进哦。我这边先把它打爆，在水里面跳的时候要特别小心，因为它因为水的关系哦，因为。容易很容易跳太高哦。哦哟，好，哦哟，好，这个用吸的。好，这里继续前进了。好，换一下这个宝石人的武器哦，防护罩。哦，这边要小心。哦，跳一下，跳一下。好，再跳过来。好，这边就慢慢等这个气泡啊，我们就跟着气泡往上走啊。宝石人的武器其实是蛮不错用的，算是蛮实用的一个特务。好，好，这里我们用莱西喷射拳来吃这个螺丝哦。喷射拳。好，切回这个洛克炮，现在这边把它打爆。好，小心。好，换成黑洞。好，吸。好，这边要跳这个，算是。浮板、啊，好，跳浮板要小心哦，抓抓好节奏再过去哦，那个注意那个出来的顺序 ，OK， 哎呦，不要不要弄下去，等一下好了，好，要上来 ，OK， 我这边要注意哦，这边比较难一点。好，一气呵成。喂喂，哦，过来。好，又有水了。
好，先你来。哎呦！我们就继续前进。好，到了魔王关了，要打魔王了。好，小心，用吸的。好，没关系，我再换回洛克炮。好，打完了，要打完。人鱼女，我们用蜜蜂，追踪器哦，来打他哦。咚咚咚咚咚 ，OK， 来吧。哇，还会吹锐气啊！哦，他用那个叉子插我。OK， 赢了。我们拿到一个这个电路板哦。之后这个回到算是实验室哦，那个回到基地哦，那个光光会帮我们解读这个电路板。那现在先拿着就对了。好，我们得到人鱼女的武器哦，新武器就是雷射的三角叉哦。好，那这关就玩到这里了，我们记个录。好，等一下哦。好，记在这里。好，那就先到这里啦，跟各位说拜拜。